喜欢梨花，因为梨花代表着相守永不分离啊。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父亲啊？很快了。贞观年间，太子李承乾终日与越人称心相狭。某日，李承乾于东宫饮酒寻欢，酒酣耳热之际，误将一侍女认作越人称心。刘越人，今日还是否作画？一定要画。放你回去。称心悲痛欲绝，记一腔悲愤于杯中之物，酒醉朦胧，不期翻出太子私藏之龙袍，遂披于己身，命画师柳寒烟为其作画。未想此举暴露了太子篡位之意，也给柳寒烟一家带来了灭顶之灾。连人带土狗追回来。遵命。柳兰，快快请起！我今日定必死无疑，
我妻子青莲和孩子今日将抵达长安，就拜托你了。六郎曾救过我一命，牡丹定万死不辞。请收好此图，这是最后的证据。为何找我？我要去见雍州刺史。好，欠了我的钱，我现在就带你去雍州府寻个公道。既然找不到花，那就一个都别留。小一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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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了，老爷死了。寒烟死因明确，证据确凿，民女卓青莲无理取闹，杖二十，逐出府衙。这样我就能天天看见你了。
夫人，我觉得此事没那么简单。主任今天一早被太子召进东宫作画，怎么会突然跑去了乐欢楼呢？这乐欢楼并不高啊，就算摔下来也不至于死啊。看来主人摔下楼之前就已经遭了毒手了。为什么雍州府不查明此案就匆匆结案了呢？夫人，此事没那么简单，连雍州刺史都不敢管呀。这么一个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明不白的死了。快跑！快跑！不要管我！屠宰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我不知道，我求求你们别杀我的孩子！贞观十七年，御用画师高仙君奉旨开画《美人图》。你只有被画入《美人图》，才会有机会进入宫中。我们将面对的是这世上最强大的力量。不都是男人吗？美人图作画应选何种材料？绢。生绢还是熟绢？半熟绢。先生可知细丝绢？先生，外面有一位小娘子来迟一步。小娘子请进。
奴家如雪，因家中有事来迟一步，绝非轻视，还望先生见谅。细思卷有何妙处？细滑紧密，即使作画多次，保关后气丝毫不减，坚韧不裂，明净如新。嗯，研墨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家素媛。为何把墨口擦干？为了防止墨锭的墨口发干变脆。此墨锭底印有墨印，产自上古郡，属于皇室贡品。此墨制作实属不易，应当珍惜。除了擦干墨口的四位，其余的各位小娘子可以回去了。选宴。除了端粥宴，还应多选一种手体液，在寒冷的冬季可以防止墨汁上冻。啊！你干什么？藤黄来自于南方热带树林中海藤树产生的一种胶质黄液。此颜料有毒，吸入口鼻后会产生头晕和目眩的症状。你们都走吧。为什么，先生？奴家哪里做得不好吗？给奴家一次机会吧，先生，奴家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不必了，走就走。天下又不是只有你高仙君一人会作画。启禀娘娘，殿下身体无恙，若想恢复龙之威猛，贫道有一仙方。师父请讲。可选用初产妇的奶水。这个简单。不过要满足两个条件。哪两个？第一，服用方法要通过母子之道，不可以接触任何的器皿。那这第二呢？殿下主动饮用之人的母乳方可见效。我就不信我治不好他。
先生心不静了。心欲静，而风不止。高朗手部当多多按摩，方可保持筋骨柔韧和血液的运行，这样作画时才能刚柔并济，运用自如。嗯，入选为侍女是第一步，被画入美人图才是关键。在这个欲望和权力交织的朝堂内外，身体或许是女人最有力的武器。高朗也喝梨花茶。嗯，清香扑鼻，可灭忧愁。梨花还代表着永不分离，长相守。花，终究还是花。先生用线纤细圆润秀劲，劲中又透着妩媚，热色典雅富丽。如雪惭愧啊，刻画出你眼中的孤独。先生说笑了。你虽然满面含笑，却藏不住你。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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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子殿下驾到。先生，我要回避一下吗？不必，太子不好女色。太子对女人龙威不举，听说最近得到了一个仙方，需要出产妇的乳汁为药。太子妃正在到处寻找乳母。拜见太子殿下。起了吧。谢殿下。
听说你给我父皇画了幅美人图，不知可否完成啊？回殿下，已于昨夜完成。好，快拿来给本宫欣赏一下。殿下，这恐怕不妥吧？你想违逆本宫？这图中美人身姿妖娆，如桃花带春，眉目生情，又透露着一股无尽的忧伤，好生让人心疼啊。谢殿下夸赞。大胆勾陷君，给我父皇呈现此图，以与何为？微臣只是奉旨作画，不知殿下之意。你想把此女送进宫中？背后受何人指使啊？殿下说笑，微臣只是一名画痴，开画美人图定当以真人作为参考对象。况且开画美人图是陛下的旨意，微臣怎敢妄自揣测圣意？至于殿下所说的受何人指使，微臣实在不敢。好啊，这女人必须送入宫中。殿下，此女只是一名侍女，在下可另画美人图。这幅图必须送给我父皇，这女人我要带走。看够了没有？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看到殿下了。
走吧。全洗了。你以为是来做娘娘的吗？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你自己什么年纪。太子妃驾到。参见太子妃殿下。今日的晚宴多备些鲫鱼、乳鸽汤，要精心熬制。遵命。起来吧。此药一旦服用，可使女人快速产出乳汁，并且可使乳晕颜色鲜艳、挺拔饱满，犹如初产妇人。不过药效消失后，双乳将沁血而溃烂，不可轻易使用。参见娘娘，奴婢也是初产妇。拉走。殿下，还有一人。快点！过去吧。是。芦苇高，芦苇长，芦苇笛声多悠扬，牧童相和在远方，令人牵挂爹和娘。
近日来，殿下对侍女如雪愈发亲近。如雪身份不明，殿下此举恐有不妥。加封如雪为昭宣。殿下不可，她只不过是一名侍女，而且她已经有生育了。那就加封如雪为良娣。良娣。殿下，如果父王知道了，他……你信不信我封他为太子？娘娘，娘娘，孩子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向儿。好相儿，真是好孩子。走吧，我帮你捡起来。好。好。相儿，踢给我，踢给我。往后踢，往后踢。对对对，踢给我。相儿，母后，乖，给姐姐请安。免了，才入东宫不久就被封为良娣，恭喜妹妹。还得多谢姐姐当日的成全。这东宫里头来来往往的女人太多，我都记不清了。妹妹要小心伺候着。多谢姐姐提醒，嫔妾一定用心伺候。明日升天仪式，我奉命与太子同行，可相机行事。做得干净利落点儿。是。
请娘娘升天，与殿下一路同行，长相厮守。圣天的礼仪，这仪式代表对本宫最无上的敬意。本宫要是死了，你们谁做不到，那就是跟本宫为敌。高贤君，今天这场面给我画好了。属下遵命。来啊，里面。穿着软甲呢。殿下今后切不可莽撞行事。到底是谁如此大胆？调查清楚。到底是什么人？是。
参见卓良帝。高画直不必多礼。我为太子选作画的材料，路过这里，顺便来探望一下你。谢娘娘关心。先生多日不入东宫了。这样，方可画我所想。高郎给如雪画的美人图，何日献给陛下？明日。嗯。如雪还想一观。这天下，恐怕只有高郎一人知如雪了。先生，能否为我亲自斟一杯你的梨花茶？遵命。不喝了，算我欠先生的。大胆，高仙君！来人，在，将他拿下！是是，皇上，这画不是我画的，皇上，皇上，这画不是我画的，皇上，皇上，这画不是我画的，皇上！大哥，大哥，高仙君给父皇呈上美人图，父皇勃然大怒了。嗯，什么美人图？不清楚，但是我估计高仙君凶多吉少。父皇还说什么了？这父皇没说别的。美人图。娘娘，先生可能回不来了。剩的一部分，我原以为
一朵梨花遇到了春天。娘娘回来了吗？没有。都是他咎由自取。环儿，是你去禀报太子，说我有要事，请他回宜春宫。是。
何事？殿下随臣妾来便知。环儿，娘娘，我刚才明明看到这儿是个枕头，殿下。殿下，这不可能。他刚才明明出了宫，我派侍卫跟踪了。爱妃，我想你最近太过操劳了吧。从今日起，你禁足在自己的宫内，没有我的命令不得离开宫门半步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抓到一个刺客在宫外鬼鬼祟祟，说谁派你来的？环儿，给我勒。是。住手！殿下，如果现在杀了此人，你就什么都查不到了。说，你和卓良娣到底什么关系？太子妃殿下，我可认识你。殿下，此女和卓良娣一定脱不了干系。殿下，是太子妃命我伺机刺杀卓良娣。你可认识此令牌？来啊，把这个女人给我关起来，我要好好的审问。你可以走了。殿下，我与此女并不相识，你不要被她骗了。殿下，刚才奴婢亲眼看到被子里面是个枕头啊。来啊，把环儿这个妖言惑众的贱婢给我拉出去，挖了她的双眼，割了她的舌头。不要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救救奴婢啊。殿下，娘娘，环儿年幼无知，您就放了他吧。他无知，可有人不无知啊？殿下，他出宫私会高仙君。你还在诬陷卓良娣？卓良娣遇刺之事，你比谁都明白吧？我是为了殿下能够顺利登上皇位。你是为了顺利的当上皇后。来啊，
把太子妃给我拉出去。殿下，你看看你令牌何在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刚才明明看到令牌根本就不在你的腰间。拉走！拉拉拉拉拉拉走！殿下，殿下，他是个妖物，你要相信我。你怎么来了，姐姐？你受苦了。这是我娘亲留下的，我都没见过她长什么样子。别哭。我的命是柳郎救的，现在可以还给他了。不会的，姐姐，不会的。你快走。不会的，姐姐，不会。你快走，千万别让人发现你来我这儿。姐姐，你等等我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，给我点时间。我一定会救你出去，给我点时间，姐姐。贞观十七年秋，太子李承乾与汉王李元昌等人勾结，起兵逼宫。此时已完全获得太子信任的如雪，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个消息。
我终究还是失败了。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。你是谁？你可记得柳寒烟？我就是那个被你杀了的卓青莲，那个被你杀了丈夫的卓青莲，那个亲眼见到儿子死在自己眼前的卓青莲。这次权力的路上从来都是鲜血淋漓的，不过死了几只蚂蚁。这一刀是给我丈夫柳寒烟的。放过香儿。放过香儿，放过香儿。家丑不可外扬，陛下不会放过我们。我要亲眼看见他的下场。如果我亥时未到，高郎就不要等了。